大长长，就剩这一包没舍得吃。完了之后不行，我得吃了，馋的懵了。过两天我儿子想吃咋整？能看见猫就吹吗？能不能看不到吗？刚从空气炸锅里出来，老烫了。我吃大肠没这么磨叽过，太烫了。就是这个大头不好嚼，特别难嚼，就感觉嚼不烂乎那种感觉。有些人他总觉得别人在拍乱的时候烫是装出来的，你说他不烫他能装什么？他就真烫啊，不烫为什么要装烫？哪有那么无聊。你咋看不出来冒热气吗？嘴里头，你能不能看出来呢？等会儿拿了个饮料，我冰箱里刚拿出来的，我就不往杯子里倒了。看一点啊，这葡萄水晶葡萄，冰喝的老爽了。好的，给。